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流哥，这里是史诗自然之魔的气奥特曼打怪秀。上一次我们的无限赛罗啊进化成功，他从普通状态进化成无限赛罗，取得了胜利。啊，这里依然是400名。那戈尔赞就不服了，你能进化，为什么我不能进化？好的，2000名戈尔赞直接进化成了闪电戈尔赞形态，非常帅气。闪电戈尔赞攻击速度非常快，大家觉得这一次谁能赢呢？觉得闪电戈尔赞2000名能赢的扣一，觉得400名无限赛罗能赢的扣二。走，哎呀，不是吧，这个无限赛罗损失的数量有一点快，这闪电戈尔赞实力太强了。哇，那个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结束了，这闪电戈尔赞谁来能打败他们啊？这么强，难道只有暗耀欧布奥特曼吗？在这个游戏当中，你觉得是谁呢？可以告诉光年哥，支持光年哥，把光年哥视频多多点赞。下一期视频谁来再战？拜拜。